剩最后一天了，我还能找到属于我的魔兽吗？白静，让我跟你走。白静，竟然是邪妖独角兽。星耀独角兽之王的亲近，那可是八级巅峰的魔兽啊！如果他真能被看上，未来必将成为圣殿联盟的中流砥柱。你好，我是来自皓月分店的骑士龙皓晨，来这里寻找我的伙伴，不知能否与您交流？原来，之前引起光元素波动的就是您。我们当然可以交流。您身上的光明气息在我之上，让我感到很舒服。那我可以成为您的伙伴吗？我真的很想答应你，可是我不能欺骗你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很想成为您的坐骑，您的伙伴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或许我有进化成九级魔兽的可能。但是我不，因为以我的天赋，并没有资格侍奉尊敬的光明之子。我不太明白。只有和您天赋相当的魔兽，才能成为您的伙伴。只是，那样强大的存在，又怎会被限制在这骑士圣山里呢？